来哦，我刚刚去好市多，想说看这个披萨，感觉很好吃，然后可以自己买来烤。结果呢，他说他是小披萨嘛，妈真的很小，这是什么啦？我要小披萨，它就是这么小。为什么他吃我的小披萨了？好烫哦！这披萨，我帮大家试的是在韩国才买得到的特有罐头——蚕蛹罐头。听说连韩国人自己都觉得有点恐怖，那确实外观上面看起来是有点像蟑螂卵鞘，跳跳在上面。给大家帮他试试看。嗯，它一入口就是一个樱花香的口感，因为飘出一个绿豆的感觉，它闻起来就有黑豆泡过一整碗的那种水的味道。但其实想起来不难吃，要不讲米糕，你把樱花香换成这样子，好像也可以哦。先闻一下，很像有香菜插进去我的鼻孔哎，试试看，好可怕！它是很多香菜，然后这样冲进来。啊不行，这个不行。今天是什么东西？香菜棒棒糖，它上面写独特香菜口味，新奇舌头享受。我就打开来看看，我能不能享受？好多、十几根香菜棒棒糖要干嘛？打开来哈，我们闻一下，我们先闻一下，很像有香菜插进去我的鼻孔哎，这样子。我本人是不害怕香菜。好可怕、是很多香菜，然后这样冲进来。香菜棒棒糖真心不行，我的舌头现在在跟我说不要闹哎、你要买玩具还是吃嘴嘴？那晚上不能吃嘴嘴哦。你说不吃嘴嘴？好，你讲的哦。你要买玩具还是吃嘴嘴？那晚上不能吃嘴嘴哦。你说不吃嘴嘴？嘴嘴弄好，你讲的哦。